好，咁就就住今朝早係國歌法個法案委員會裏邊，係我俾保安抬走嘅時候受傷係呢件事咧，咁就因為我今朝早係去醫院檢查之前咧，我有正式嘅報案嘅。咁頭先同警員嘅接觸之後咧，咁有幾位警員就嚟到立法會大樓啦，即係調查呢個事件啦。咁就佢哋進入大樓嘅時候，就俾保安攔住咗。咁保安就話要請示咗係立法會主席，睇下可唔可以俾警員係入去，特別係一樓呢啲敏感嘅地方。咁就所以頭先就喺立法會嘅係接待處嗰度就有一番討論，咁啊等候主席嘅消息。咁等完之後咧，主席就話歡迎警方即係入嚟調查嘅，咁就可以作出一切嘅調查。咁就話鑑於因為有會議進行中，咁就話喺今晚7:30之後咧，先至方便即係俾警察係入嚟即係做一切嘅調查嘅。咁但係咧，呢一刻就我同警方嘅接觸底下咧，佢就冇辦法即刻進行啦。咁所以就我哋交換咗一個聯絡方法，咁就希望再約個時間。咁就具體警方幾時會再嚟立法會係做調查咧？咁就未確定嘅。咁我就會同警方保持聯絡。咁我嘅投訴咧都係講緊喺今次嘅衝突事件裏邊有一位嘅保安，我認為佢係有故意係襲擊係我本人嘅，令到我嘅手咧係刻意整痛我，係扭傷我嘅手腕，令我受傷嘅。咁係一位保安嘅啫。咁就呢、這個指控就交翻俾警方日後再調查啦。想問下咧，咁其實即係頭先警方都話你過啦，咁但係即係你應該係俾落判㗎，咁會唔會話即係幾時都會落埋口供？警方今日嚟咧，佢就同我講話想去今日落埋口供。亦都係影埋個傷勢，亦都睇翻我個醫生紙嘅，咁就佢希望有個安靜嘅地方可以進行啦。咁但係我亦都係話一樓嘅地方係可以俾佢睇一睇個現場環境，我投訴嗰個情況、那個場景係點樣嘅。咁但係頭先因為即係一輪阻滯之後就冇今日就進行唔到，咁我唯有再約個時間咯。所以暫時都係未落口供。而家去咗警隊總部個公眾活動個調查小組啊，我唔知有冇記錯呢個名係啦，咁就佢哋負責去接管咯，咁啊落口供都會由佢哋負責咯。循咩方向去調查？都冇講話循咩方向，就咁話調查啫。佢就話嚟立法會係向我即係問進一步嘅情況同埋調查咯。OK， 唔該曬。